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实值，比如说实值不同啊，就是不同的歌。同样的哆来咪，我们可以这么唱，哆来咪，它是一首歌。如果我们换成这样，哆来咪，哎，它又是另外一首歌。或者我们这么唱，哆来咪，哎，它又是另外一首歌。所以啊，实值是很重要的。那实值练习呢，我们可以是跟着我们的节拍器啊，跟着节拍器练习。一方面呢，它有味道；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打下扎实的基础啊。基础不扎实，以后我们还得回头又重新来学基础啊。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呢，和大家分享是摸进音阶。比如说咪发嗦啊，这是往前进的音阶。摸进音阶就是又回到原来的咪嗦咪咪发嗦咪 OK 咪发嗦咪 OK 拉拉西哆拉拉西哆拉瑞咪发瑞瑞咪发瑞嗦啦嗦啦西嗦嗦嗦啦西嗦啦啦西哆啦 OK 西哆瑞西哆瑞咪哆瑞咪发瑞发嗦咪哎，这个就是摸进音阶。我们也可以从啊，高的往低处走啊。嗦发，嗦发咪嗦 ，OK， 发咪瑞发，咪瑞哆咪瑞哆西瑞哆西拉西 ，OK， 往下走，往回来走都可以。好，和大家分享这两个概念，拜拜。